上来了，给我说，给我说。老师你好粗啊，我爱你。老师也瘦了，哎，你怎么也瘦了？一起上学吧。哎呦！我今天主题就是校园大声歌。女方抛出"我爱你"这三个字了。有准备好姿势吗？我记得垫底不是都有什么姿势？有稍微练习。该怎么秀怎么秀。哇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下一招，下一招，下一招。哇，还有，老师这样有过吗？还是在专业示范一下。看一下，哎，不是唐人同学是那一位吗？唐人，我拜托你，鞋子穿好好不好？你脚真的有够臭！他的脚臭大概是演员广志那一种的。拜托你把鞋子穿好不好？我原本是要告白，可是我发现这件事情更严重，告白可以放一边，这一定要讲。对，这一定要讲。所以原本想要告白。就真的是告白。谁啊？谁？这不好说，这不好说，好说。我跟你讲，你已经上来了，给我说，给我说，想不想听？他不在现场啊，那就讲吧。我就不敢呐！冲了，真的，下面真的讲冲了。要不要冲？决定要不要冲？冲了。好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我想跟3年8班的廖前庭同学说，哎呦，大家欢迎他。我到现场，我现在也认识他，也拜托你们不要跟他讲，好不好？好。注意，他出的时候再让他自己知道。廖前庭，我知道你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跟同学讲说你对我已经没有感觉了，可是我现在还是要讲说，我曾经喜欢过你。
谢谢你让我喜欢过，谢谢你成为我的同班同学。乖呀、啊！他什么样的特质你们被他吸引？其实我觉得喜欢是没有说一定要是专注于哪个点，就是只要喜欢的话，是他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是喜欢的，就是爱了。乖呀、啊！妹妹在哪里？妹妹在哪里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妹妹多笨。三月三十一的时候打球被又跌倒了，她之前国中的时候，玩球玩完就手断掉。然后就是大学的时候，我不要考大学了。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会一路每一天每一天这样子走到最后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在同一所大学，我们一起上同一所大学，好不好？啊！哎呀！那你姐姐那么爱你，你有爱她吗？好啦，我爱你啦！哎呀！我今天要跟两个自由的灵魂告白。哦。哎、欸，同学在哪？同学在哪？什么时候跟你讲这件事情？晚自习在吃饭，在天泪之下，你就吃一吃直接哭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要出轨。”你说男生这样太奇怪了。当下知道有很震惊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已经有第六感。哦，你的第六感。告白对象是我们的导师王心怡老师。哦，心怡老师，老师在哪里？哦，老师在那边。他有一次在打完疫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还是会传讯息鼓励我，常常陪我聊天，然后听我分享很多有趣的事情。那你最后没有什么话要跟他说？虽然我在班上很少说话，然后一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会让你费心，但是我会让老师看到老师的努力都是值得的，然后我也会越来越好的。所以先生一直摸我喜欢你。好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哦，哎呦，老师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同学说的？我觉得子怡已经表现得很棒了，我希望你能够借由这次的机会，能够获得更多的勇气，然后继续的肯定自己，然后继续加油。哇！还是老师，老师我爱你。哎呦，还比一个爱心。班的杨信宇，哦，太绝了！我们学校附近是有一间烧烤店吗？然后我那天经过，我走过去，我看，哇，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哦，然后我就觉得他烤的特别香，特别好吃。然后我开学的时候发现他是我同班同学，然后我这个运气，上课的时候就一直看他，然后我就发现他也会看我，我就知道他已经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虽然说你很讨厌，但你要不要跟我抱一个？我抱一个。哎，怎么上节目趁机揩油啊？抱一个，抱一个，抱一个。不要，我讨厌你。长得跟熊猫一样可爱，可爱到我每天都想喂它吃竹子。渣男，你是渣男，你真的是渣男。你是上来随便点名，然后看可以抱哪个就抱哪个。抱一个，抱一个，抱一个。
放一个。哇，连三拉三。其实还有一个，其实他今天在金门，我觉得很难过。原本就是要告白他的，他是杨杰啊。我想跟他说，认真的。虽然说你政大传播学院没有上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。你可以去读中文系，当中文老师，以后教我们的小孩。我跟你讲，这叫什么选择性失聪？他想要你当中文老师，以后教他们的小孩。我们啊，他们。可是他想要跟你一起生小孩。哇，那我们今天校园大声公就到这边结束啦。没错，影片的最后也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还有，那我们今天的校园大声公就到这边。谢谢大家的陪伴。谢谢。我问一个频道，大家还没开始睡？还没开始睡？对，被强行置入一波哎。那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你自以为很暖啊？你觉得很暖的？我会每天卸妆都会回他，我觉得蛮暖的。